它就是还蛮有感，比较你会觉得很明显，真的很夸张。我那时候才用了6分钟，然后我就觉得明显的感受到，就是这边的腿是比较紧实的，像我肚子那个线条，手放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它这边会有肉，就是有一个形状出来。推完了之后呢，你会觉得那个线条变顺了。你知道上次我老公回来，他还以为我很认真的在做运动，其实我都是用 LPG。我就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，我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。我是职业的妇女，下班不是真的下班哎，我们下班之后其实还要接送小孩，然后准备晚餐，还要跟家人相处，其实那个时间都是很琐碎的。我自己会觉得预约按摩变成一件有点麻烦的事情，小孩突然有就生病的状况啊，加班，在很不好意思的情况下，但其实你就必须要取消。其实这个情况蛮常发生的。稍微打听一下也知道，其实外面的那个课程，它不是做一次就好了，它其实就是你分部位嘛，然后还有其实你是要去好几次，很多医美是要侵入式的。这种侵入性的东西，我会怕怕的。然后像 LPG 它完全就是物理型的，跟医美比起来，它是安全很多，风险性也会变得比较低。身边的话呢，也有人就是常常做医美，然后他也是用这一台去维持他，那他延后他下一次可能要去的时间。这个整体这样子算下来，其实不如买一台放在家里，买完之后还可以用，还可以分期，就更没有负担。有空的时候用 LPG 当做一些物理性的辅助，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省时间。觉得妈妈的话真的还蛮需要的，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白天基本上都被瓜分掉了。那这一台的话，我们只要随时随地想要用就用。那哪一个部位用都可以，它就是一次性的像买断这样子。但这个的话是没有挑人，所以我们就只要带过去就好了，不会再有额外的花费了。那我觉得它更单纯，所以用在皮肤上面你不用觉得会有负担，仅是省下就是机器的钱，还有我觉得时间也是现在大家真的是很宝贵的，所以相较来说是很划算的。平常都是要注重保养，我觉得真的不能停下来。女生就是要尽量对自己好一点。像这个是法国进口的提雕剂，像我朋友他买那个水壶啊，然后如果你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必须要跟原厂联络，然后原厂他们其实是在法国，语言其实是不太通。我不会法文。像我在台湾买的话呢，在486团购的门市，我可以先体验试用，大家都是讲中文，有什么问题啊，或者是后续有需要维修保固的话，其实都是方便的。像我就会推荐这一台给我身边的妈妈朋友，因为大家都是没有时间，对，所以这一台的话呢，我在家就可以使用，就算小孩也在家，对，那你也是可以一边照顾他们一边使用，因为它短短的时间内就很有感，所以我非常推荐妈妈朋友们都要入手这一台。我觉得这个对于时间管理大师来说是非常适合的。